高兴来到北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关于战略的问题。我昨天也听了郎教授的报告，我觉得郎教授非常博学，也很幽默。所以郎教授昨天已经把不管是红海还是蓝海也都被批判了，提出了狼战略。那今天呢，当然由于名词定义的内容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其实我会对蓝海跟红海的定义，内容的定义呢，可能有所差异。其实红海和蓝海名词是新的，内容其实是老的。所以在公元，我觉得公元300多年前，我们孙武其实在孙子兵法里已经谈到，所谓百战百胜，非善哉善哉也。所以每次我们如果打仗都算打赢，但是你消灭了敌人也牺牲了自己的部队，所以也就不是一个好的战斗。我想大概这就是红海了，就我们拼刺刀的一种战法。孙子又说百战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善哉善哉也。如果我们不用打的话，我们就取胜，敌人就投降，敌人就不来跟你打。大概我想这就是蓝海。所以大概在公元前，我想大概对蓝海跟红海就有了定义。所以红海跟蓝海加起来的话，大概就整个市场的空间。所以蓝海更大，如果把红海比作地球的话，那蓝海就是整个宇宙了，或者是整个银河系了。这不过就是我们没有探索到未来的一些更大的一些蓝海而已。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我是想会从我们中国文化开始，因为战略这个词啊是来自于西方，因为西方市场经济它非常发达，这么多年，所以它在市场经济中有很多的战略。而我们国家呢，在市场经济的时间历史太短，所以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战略体系，所以很多的战略思想都从西方引进来。但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在孙子兵法里面就有大量的战争的战略方式，对，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中国的文字，我们首先看略字，略字是一个田加一个个，这其实在这里文字解说里面有田和个，个就是利益的各个体，就像打仗一样，打完仗以后，我们古代时候就要开始封地、封王、封块地，所以打仗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大家分这块地，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战略是什么呢？略字呢，就是我们为了做某一件事情而获得最后的一个利益，而这个利益怎么分配？这略是这一概念。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市场，让客户得到他的价值，股东得到价值，而员工又得到价值，社会得到税收，然后你的合作伙伴也赚到钱，这就是略。所以是这样理解，那我们为这个略而战。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说得很好，对战略的理解，打土豪分田地，咱是为了分田地这个略，然后咱去打土豪，就很明确。所以农民都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那咱今天的企业什么样一个口号呢？那你的员工都跟着你去闹革命呢？这就是使命就出来，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是要让大家得到利益，是这样一个我是想对战略的理解。那战字不用说了，战字你看下面两个口，中间一个田，一个十字，这边一个个，就是众人都在一个田，四面八方来自于拿着刀和枪，表现出一种战争的场面。所以他们为战争，为了最后打赢了以后来这个封地来为战，是古代是这样一个理解。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员工带来他们的效益而战，其实战略是这样一个理解。那我们再看看管理吧。其实管字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官，是这样构成的。什么是官呢？官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两个口一竖，繁体字的时候刚开始三个口一竖，三个口就众人的口，如果把众人的口用一竖连起来，就是统一众人的思想。所以能够统一众人思想的这个人就是官，所以我们的官字来自于这里。所以你要通过你企业的一种使命去统一你企业的整个一个理解，大家对这个战略的一个理解。竹字头就是我们以前的文字都写在竹签上，所以我们都照着竹签来做，就昨天说的流程、制度等等。所以我们老早有法治的概念，只不过就是我们这里管。什么是理呢？我们看到是一个王字，这头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土，这王字可是重要，它的来源在于什么呢？这王是上面一横是天，中间一横是地，
下面一横是人，然后一竖就贯通，把天地人都能贯通的这个人啊，就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称为王。那以前有大王，那皇上的皇上面加一个白字，他原来繁体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这么聪明的人，就来叫称为王了。所以这边里有田有地，所以你跟着大王干的话，又可以分到田，又可以分到地。所以其实他的本意的理解呢，就在于就是把玉石的原材料叫璞，把璞转换成玉的过程叫做礼。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而管制的它的意义呢，就相当于就是一个乐器，就是箫，吹的箫。所以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脑海中有一个乐曲，然后通过吹以及手指的整个配合而构成了整个一个乐曲，这就是管。所以我们可以其实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呢，都有丰富的这些知识和体系。那我想用这个词呢，加深大家对这些理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其实就是管理社会的资源的效率。而今天我们市场经济呢，往往有些时候效率不高。而市场经济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社会的动力就稀缺资源。当哪个资源稀缺，物以稀为贵，它的价值就提升，大量的社会的资源就往这个地方投，投到这儿来了以后呢，那大量的供给就增加，供给增加以后价格就往下降，然后社会的资源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社会的动力就是这个稀缺资源一把一把的往前推动，这样来形成。但是我们要研究这个规律，如果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某一个地方，那某个地方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这些资源的价值不能发挥，就不能有效地被发挥出来。其实它是研究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呢，其实今天像一个船一样，船上很多人都在划，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客户，如果客户不坐你的船，不付你的钱，那你这个船渡谁呢？你就没有人了。所以你就要让客户忠诚你。另外你的股东如果没有回报的话呢，他不会来投资。你的员工如果优秀的员工，你对他不能激发他的这个潜能的话呢，他不会来上你的船，帮你当船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和谐了。就是所以所谓和谐这两个字是哪来的呢？一个禾苗的禾加个口，什么意思呢？人人都有饭吃就是禾。那什么是谐呢？一个言字旁一个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就是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企业或者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要使得利益的一个共同的分享。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在于客户的价值、股东的价值、员工的价值、合作伙伴的价值、社会的价值，它要形成和谐。如果所有的钱都是股东拿走了，那员工经常会跳槽，客户经常会离开你。如果说股东没有钱，那这个企业就办不下去。所以它必须形成一个社会的和谐体系。所以其实企业的组织，而企业的管理者在管理什么呢？就管理这些利益的相关体的一个矛盾的冲突。它靠什么？靠价值观、靠使命来完成。所以我们通俗的说，什么是价值观呢？其实指导我们行动的一种原则，那又是很复杂。其实说简单的，就价值分配的观点。你把钱怎么分，物质的怎么分配，你对人的尊重、相互的发挥人的积极性，用马斯勒的理论可以解释它。所以我们其实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你要经营好一个企业，你就要回答，凭什么客户选择你而不选择别人？选择你，你才能企业经营得下去。那今天物质咱的生产力这么高的一个社会，高度生产力的一个社会，那么客户购买的同样的东西，他凭什么选择你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而所以战略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让客户选择你，因为客户要在这个田里面分到一大块，并且他的要求是越来越大块。原来股东最大块，现在客户说我要最大块的一个利益，创造价值的一个部分要他，并且今天的员工也是要喊口号，不能把所有的钱都被股东赚走，员工也要分到一大块，社会也还交税。所以我们看到，凭什么客户选择你？我们必须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凭什么股东给你投资？
我们很多的职业经理人，他赚自己的钱，不管股东的价值。今天我们的很多股市，为什么股东大家不去投呢？没有回报，所以他没有把股东的回报作为经营企业的核心任务。其实股东的回报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下面会今天的课程会介绍蓝海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第一解决的凭什么客户选择你，第二解决的凭什么股东给你投资，我们要研究股东怎么获得回报。另外我们必须研究员工跟着你干他的积极性怎么发挥出来。所以这三个问题将成为我们所谓讨论战略的主体。战略是一个田怎么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三个重要要素，就是凭什么客户选择你，凭什么股东给你投资，凭什么员工跟着你干，这就是我们这块分田了。所以我们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可以看到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在以前的时候，股东可以获得创造的利润的最大部分归股东所有，但随着变化到了今天，到了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股东的利益开始减少，客户的利益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将来客户的利益可以占到50%，也就创造的价值部分都归客户，而员工的利益也在增加，所以它的整个一个利益分配都是这样一个趋势，会以这样趋势。而影响这个利益的关键在于客户，客户这一块利益体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么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已经出现。所以赚了钱不是归你，而是创造的价值多少划归于客户，多少划归于你，而多少划归于员工。那我后面的案例中呢，我是想回到的这个和谐，回到的这个利益的分配来。所以我们要使企业真正能有效的发展，就像一个车一样，或者一个，它三个要连在一起，要共同的一个远景。什么叫远景呢？未来的远方的一个景色，未来的一个景色，3年以后我们企业会是什么样的大楼，我们企业会是什么模样，未来的景色。而另外就是价值观，我们这一路走去，我们创造的价值大家怎么分配呢？如果说都你一个人分，别人都跑了，或者是底下人都吃分自己的钱，这样你这个企业这个船就不在一个方向上，一个人脚往那里划，一个往那里划，你整个企业怎么往前走呢？所以统一思想了以后，你的船才能够有效的往前走。如果每个轱辘的转速都不一样，方向都不一样，你船就无法驾驶。所以从企业的核心呢，其实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完成的就忠诚的客户。所以今天我的课里想跟大家讨论呢，我们如何把客户变成忠诚的客户，而不是满意的客户。满意的客户大家都满意了，他今天到你这满意不满意？满意。明天他到那里也满意，那两个都满意，他随便只选那个。那忠诚就不一样，忠诚只能跟着你，你价格再贵一点也跟着你，拉着朋友到你这来买你的东西，跟你是朋友，变成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经营产品转移到经营客户上来，后面会讲到一个创造蓝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就转变经营产品，转变为经营客户，把客户作为你经营的对象，而不要把产品作为经营的对象，这一下差异化就产生了，客户的忠诚度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另外我们要高度激发的员工，其实什么叫人才呢？只要把人的才华的部分发挥出来就成为人才了，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才。上次一个教授，香港的一个教授跟我在一起谈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生动。他说他的一个教研室的一个教授就在说他的孩子就不愿意上学，书也不愿意读，大学也考不取，很头疼。所以大家在开心在讨论，说那怎么办呢？所以我那个朋友教授就说他有什么特长吗？说没特长，啥特长都没有，找不着他的特长，就喜欢吃，身上没特长了就玩。说吃不就是特长吗？喜欢吃咱就发挥他吃的特长。说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香肠。那喜欢吃香肠好啊，全世界烤的香肠最好在德国，你把他孩子送到德国去，在德国学了烤香肠回来，不就成为专家了吗？哎，这教授果然就把他孩子送到德国最好的香肠那个烤香肠的店里去学当徒弟，回来以后在香港开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烤香肠的店，这个教授没什么事都到店里去打工了，给他的儿子打工了。所以其实这就是人才。
这个要讲的就是高度激发的人才，高度。所以你说这个人专门会挑别人的毛病，那咱不去给他当监事就行了嘛？就是这个人特别的抠，那咱就让他当财务就行了嘛？其实每个人都是人才，这个人口才很好，咱让他去当销售，去当交流就完了嘛。所以他的特长只要你发挥，其实都是人才，只不过就是看怎么用而已。你不能全大魔头聚成小魔头使，所以其实是这个。所以我们的企业要管理，我们的特别在座的管理者，其实要管理好这个忠诚的客户，然后高度激发的员工，啊，当然了，最后要满意的员工股东，要不然股东跟你炒鱿鱼了，或者你自己本来就是股东。所以只有是把这个连接起来呢，就构成了我们要实现的这个田这块分的利益了。所以也就是说，从一个企业来说呢，其实今天诚信不光是员工诚信，而是我觉得从企业家的诚信先开始。你要保证客户的价值，保证员工的价值，保证合作伙伴的价值，最后带来你自己的企业价值，你最后的价值才能持续。其实是道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看你的企业，对照一下咱的企业，咱的企业有人有令人难忘、激动人心、以客户为导向的远景吗？咱企业有这个吗？所以最近我也去了我们很著名的一些企业，经常会说不出这种很激动人心的远景，以客户为导向的。我们经常会以自己导向，我要走向我国际化企业，这是我的远景。这是你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导向，你要以客户为导向的一种远景，你有吗？你能激发我们真正的利益最大的田是要分给客户。所以你像世界上一些伟大的公司，它的远景都是以客户为中心，比如创造我们来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你像哈雷奇摩托车，他说我不是造汽车，我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你像宝马，他说我是给有活力的人制造一个有活力的车，所以他我不是造汽车的，我是为有活力的人配活力的车的。所以他有非常激动人心的一种远景。另外在价值观上，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要简洁、难忘、可衡量，与愿望相结合的一种价值观，然后员工要能理解、参与等等。当然今天我不是主要跟大家谈这个，但是我想因为战略就是要分田，要利益共同体都分到田，这时候你的战略才能被贯彻，才能被执行，客户才忠诚你，员工才会投入，最后你才获得回报。否则的话，我们光谈股东怎么得到最大的利润，其实不是一个持续的战略，也不是一个完备的战略。所以今天我会报告的大概的内容呢，我想跟大家沟通的是一个是从企业为什么要有企业，企业存在的价值想开始跟大家讨论。其实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市场上其实是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比如说农民他种了庄稼，他养了鸡有了鸡蛋，但是他庄稼自己吃全部吃不完，所以他去跟人家换盐，所以得把庄稼拿去换。而工人生产的产品他不能全自己用，比如说雅戈尔生产西服，你不能全自己穿几百万件，所以他必须跟别人去交换。而这种资源的交换就构成了市场，而市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在这个交换中最高的效率。而我们今天的交换就往往是在某一种交换的时候产品过剩，大量的资源在这个地方构成交换，而另外一个地方呢像是有需求但是没有交换，或者没发现这种需求，所以使得市场的效率就很低。比如今天无论我们在很多的行业或者有都数据跟大家表明，所以我们的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去创造这种市场交换的效率。所以你成立一个企业，你就看哪一块市场缺少这种资源，你去创造这种资源，创造这种客户而形成交换，这就是企业存在的价值。所以如果从这个价值来说，就会构成我们企业的使命。关于企业的企业它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想为这个社会创造哪一种稀缺的资源，来为社会做出贡献，来同时对企业带来价值。
这就是企业存在的本质了，我想。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更深刻的一层来了解我们战略制定的本质。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无休止的山寨，摧毁了你自己，也摧毁了竞争对手，是这样一个格局。我们看到服装，那经常我们看到全场特卖，因为我在服装企业工作，在担任副总，我知道现在变成到了五一十一啊，平常的市场冷冷清清，整个上千平方米的商场没有人，到了五一十一人山人海，然后把后面几年的服装都卖掉了，然后呢企业要大量的打折，那变成把库存产品拿去卖，一方面欺骗客户，另一方面呢整个毁灭市场。那客户比如买衬衫，我买二十件衬衫便宜，那好，在他什么时候再会买衬衫呢？后面你生产怎么办？所以把这个市场破坏了，完全无序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格局。所以全世界关于在服装方面巨大的浪费，说全球零五年的时候，在全球的时候有3000亿美金，全球在服装行业的资金沉淀在这里，达到这么大的一个量。我们光中山的一个企业，它一年销售额1亿，但是它的库存也1亿，这不是一个少数的现象，大部分企业一年做10亿的销售，10亿的库存，这么大，一年不生产全不够，我们国家整个一年不生产保证还卖不掉，这么大的资源积压在这里。一会儿我们从经济学原理来看，我们打折的现象更是大量的服装企业。但是我们的工人呢，反过来说呢，我们工人不止5天工作，6天工作，还不止8小时，12小时的工作，一个月才赚到几百块钱，所以辛辛苦苦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么劳累的，那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工作的目的是提高生活的品质。所以我们无休止的把大量的资源集中在一点的话，结果你使劲的工作才没有价值。所以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劳动你做了要死也不一定创造价值，你把资源都破坏了。而只有你找到短缺的资源，你去创造短缺的资源，你就能创造很好的价值，客户创造价值，而你又获得价值。所以其实我觉得价值的创新的本质就是寻找市场中短缺的那个资源去创造，而不要挤到过剩的资源上去玩。手机从几千块变到几百块，那我们再看看整个国产品牌的手机在去年全部亏损，没有一家国产的品牌，西门子公司退出手机市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门子手机亏损呢，到去年6月份的时候亏损5亿欧元，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在这个竞争中。所以倒贴2.5亿欧元给明基，让明基收购，员工不能裁，然后最后才持有明基的2.5%的股份。所以达到这个西门子这样的百年企业，也无法在这种拼刺刀的血汗钱里面生存下去，因为利润太低了，他没办法活了。所以我们看到家电，我们的家电看看，那这是国产的手机，全面亏损，凡是做手机的全是亏，还也是一样，一个都跑不了。所以前几年我看在电视里面有播导的老总也在宁波说，我们就是要低成本的价格，市场战斗力最大，低成本战略往里面走，这是怎么样呢？说我们要死最后一个死，但是没用啊，你这个传大家死有什么意思呢？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用低成本的价格战其实是死路，冲到里面是死路，它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家电也是一样，大量的亏损，我们可以长虹04年亏损36个亿， TCL 等等，它虽然05年的时候在销售在增长，但是利润才是负的。所以这些行业我们可以，计算机行业也是一样， IBM 缴械投降，大幅度亏损，1.18亿美金的亏损，03年，然后04年继续亏，最后卖给联想。你说 IBM 没技术吗？那 IBM PC 都是他们家技术一直领先的，那 IBM 的笔记本今天还是最好的笔记本。
所以我们看到低成本的也输，技术领先的也输，这不都是事实吗？这也就是说，这些输看来观念我们必须深刻的思考了，怎么才能赢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各行业的库存，汽车04年的库存就有50万人，这烟草等等空调，所以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大家认为它赚钱，涌进去，所以传线。所以我们看到现象，销售收入数量在增加，收入在减少，而利润恰在亏损。所以我说这叫自杀，割腕自杀，大家都放血，你放血我也放血，最后把你身上的血放完，你不就死了吗？所以我在想起中国有两种棋，一个象棋，一个围棋。咱这个下法是象棋的下法，咱先把棋盘上把子搁上，兵对兵，将对将，咱这个阵法都一样，最后你吃我，我吃你一个，我剩一个兵将死你，那你自己不就死了吗？咱就玩这个棋，咱不能下围棋嘛，围棋棋盘是空的，全空的，爱怎么下怎么下，咱也不一定要杀敌人，咱自己占下整片土地不就完了吗？然后这块下满，咱再下一块，咱一块一块下。所以我在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我们再看看，我们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什么一个，解释一下最后的原理是怎么一个产生的。我们看到这个坐标，这个纵坐标就是价格，横坐标是需求数量，客户的需求跟客户的需要是两码事。客户的需要，哎，我需要一辆汽车，但是我买不起，这不算需求。要有能力买得起，有能力嘛购买的那个需要才变成需求。所以我们说需求是这一概念，在往往我们做需求调查的时候，觉得这么多的人需求，其实不是，他有需要，但是他还不构成购买能力。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具有购买能力的需要，这样的需求。所以我看到这是需求。所以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谈一般的商品，价格越贵，需要量就越少，价格便宜了，需要量就会拉大，所以它形成了价格的反函数，就价格越贵需求会越少，而价格越便宜需求量会增大，所以形成价格的反函数。我们再往下看，而供给量呢，就我们的企业是怎么看问题的呢？价格越贵我生产的越多，因为你赚钱越多，所以你看到这么赚钱的东西我就多生产吧，所以它跟需求量刚好反函数，造成了矛盾。所以价格越便宜我不生产了，再生产下去这里是成本了，那我再生产不就亏了吗？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逻辑，供给量的曲线，我把两个合起来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曲线了。所以我们合起来就变成这么一张图，就这样一张图。所以什么是稳定的价格呢？就是需求量跟供给量相等的这个点，就变成了市场的均衡价格点，这叫均衡价格。那我们看看游戏是怎么玩的，市场的整个规则是怎么玩的，我们从这个就可以来解释了。我们看一下它的玩法。首先，当一个新的产品进入市场，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需求，确定了某一个价格 P1， 然后这个需求量，这个价格有 Q1 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生产 S1 的这个生产这个量的供给，那我们刚好平衡。但这时候赚钱了以后，竞争对手就跟进来，你赚钱，你手机赚钱几千块一台，那我干嘛不做呢？我也做，因为我其他地方的回报率很低，已经过剩了，所以我就会把资源投到这个领域中来。这时候我们看到供给量增加，供给量一增加以后，这个价格就顶不住，因为这个供给量就卖不掉 Q， 因为这个价格只卖掉 Q1， Q2 卖不掉，所以价格就会下降，我们的供应厂家生产厂家就会把价格落下来，把自己博弈，把自己的东西卖掉，所以价格一降，最后就滑到了这个价格点，均衡点上来。所以这个就是供给增加，价格往下滑，接着供给增加继续往下滑，这样滑下去以后就亏损了。当这个 P3 这个点如果低于成本线的话，你就全线亏损。另外就是在成本线之上，大量的企业亏损，为什么呢？库存成本没算，我们算成本的时候用料工费加起来除以生产数量，
来算出单件成本，我生产这个东西100块成本，单件成本，但是你只卖掉一半，还有一半卖不掉，再怎么算呢？然后在你的资金财务账上你写在资金哪里，这一下就出错了。所以在账上有利的现金流根本就不够，大量企业不就这样完蛋了吗？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的计算要怎么计算呢？我们把料跟费加起来除以销售数量，你看看库存数量撇掉除以销售数量，这就是你真正创造的价值。这时候你的价格完全不到 P3， 在 P2 点你可能就你在如果你就坚持不住了。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路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供给量继续加大，市场的价格就一直往下滑，所以大量的企业的亏损就是这么造成的。那我们想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企业呢？我们像麦当劳一样，我们看看麦当劳定好一个价，全世界都这个价，去年这个价，前年这个价，今年也是这个价，甚至还涨一点，根据市场涨幅程度往下涨。价格是他们说了算，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供给量与他控制了，别人做不出来。所以他产生 S1 以后，他一会儿会讲，他推出把 D 向中国开了，然后再向其他国家开了，一路推这个而不推 S， 推 D， 然后 S 跟他配合，他控制供给量。所以我们企业要怎么做呢？要创造一个需求，而供给量是与你控制，你说了算，这一下就形成绿洲了。所以我就说，下象棋的下法会使我们进入沙漠，把水全部力量抽干，最后要活的那是展翅的，成本真的很低很低的那些能活下去，别人都活不了，大部分人都要死掉，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低成本战略不是出路，最后导入到沙漠，是这么一个过程。并且工作的目的不是创造生活的品质，累死累活也赚不到钱。那这也就是说，我们的问题是战略出错。你说西门子、IBM 这些世界级的公司，难道没战略吗？难道不清醒吗？难道不重视吗？其实都不是，观念上出错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大家坐在这里，我想主要是观念的清醒。所以其实不是他们不重视，不是他们不清醒，而他们输了，输在他们的看法和做法和新加入的人不一样。新来的人不是这么做的，取胜的像戴尔，战胜了 IBM， 那我有无数的昨天介绍的戴尔，战胜了很多世界级的品牌。这些人做法，这些人的做法有共同点，就像昨天郎教授说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来研究，他们被别人打败了。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就是输在哪儿，赢赢在哪儿。昨天郎教授其实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报告，那我会进一步来补充他的想法。当然蓝海和红海我需要重新定义，所以我们要放弃一些概念。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学威尔奇，要不就第一要不第二，其实也错了。所以这已经错的看来是像昨天说的，郎教授说你们想的都是错的，他是对的，我不敢那么说，但是看来有很多是错的。我们拼第一拼第二，最后都拼的最后都完了。然后技术领先 IBM 技术领先也是不灵了，低成本也不灵了，整个低成本，我们手机是低成本，低的大家团管的，我们服装现在也低成本，低的全世界都关起门来不让你进去，所以就变成这么一个策略。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的呢，就研究围棋。我就说围棋的下盘是空的，这个棋盘是空的，棋子在边上，全新的一个市场，并且战法没有这种阶层的，一层一层，我是总经理，你是副总经理，你是部门经理，咱做事一路请示。你看围棋它没有大小，每个子都是平均的，但是他们组合起来就能成功。所以很多新的企业都像围棋一样这样的战法，像戴尔一样，我一会儿会来介绍他的案例。所以他创造的是一个绿洲，这一波人创造一个绿洲，咱活得很好，在这个里面进攻者也进不来，造起了很高的城墙，客户也很忠诚，那些臣民在里面过得很舒服，然后不出去。所以我们要创造这么样一种绿洲，要形成我们的一个思路。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要形成这样一个逻辑。
去年我去丽江，去了丽江以后，真的是小时候学的那些诗歌里面或者梦想中的情景就出现了。小桥流水人家，这小桥你看上百年的小桥，然后这个水是这么的清，并且水流得很急。他们那些到他们那里，他们那个烧饭的那个灶头下面都是水，说桥说那个要水，那个锅里要水，只要勺子到那个锅里快一勺就行了。到了这种地方，这么休闲，所以看到真是人间的天境。那我们工作的目的是干嘛呢？其实工作的目的是提高生活的品味品质，不是在这工作为工作，赚钱为赚钱，所以是这样一个目的。我看，所以你看到了晚上以后，大家相互不认识的人就在尽情的歌唱，在对歌呢，所有的人在那里释放，因为在这里大城市里压力太大，到那里内城重新启动轻松多了，很多人到那里都不回来了，住那里了，连那里也很便宜。所以我觉得就想说什么呢，我们工作的目的是提高生活的品质，所以我后面会讲南海战略要去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去创造价值，而不是创造物质的这个杯子或者这个水，这要打入那个死战的。如果你做精神的东西以后就变了，就是马斯勒的五个层次，人的需求是有层次性的，有阶级性的。我首先满足什么？我首先满足生理需求，我要吃要穿。什么叫饭呢？就一个食字一个反，没得吃就要造反的东西叫饭。所以咱中国古代老子都传给写干净，其实这个老子都全给写明白了。所以没得吃就要造反的东西叫，所以先要吃嘛。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做的都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这时候你是最低层次的，人费最少的钱买你的东西，然后就是安全，诚信也是一种安全。买了你的东西如果有问题我给你，你能不能换？我穿的不合适拿回来你换不换？或者其他的安全，社会的安全，这些都是生理需求上面。做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社会的需求开始了，我们希望社会能承认我属于哪个社会圈子的。所以你为什么买宝马买奔驰呢？你买了那个车以后，你就让社会周边的人认可你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你的层次需求就提升了，他就满足你这个需求。所以这时候这种情况之下，价格是反函又正函数了，价格越贵销得越好，在那个目标群里，因为它越代表它的身份。所以我买个宝马车七系列的，现在宝马三系列出来我就不开心，因为他一下把我的这个身份给降低了，我一百两百万才买来，他说现在四五十万就能买。所以这人们就希望越贵越好，他这个代表你身份的时候开始出现了，然后就代表你的尊严，人们要需要尊严，然后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就是你现在的企业，回想一下你经营客户经营到哪一层呢？你是经营生理的呢，经营安全呢，还是你经营他的关系？后面我讲案例，有一个品牌北京的易文叫做，他说我虽然不能成为你的妻子，但是我可以成为你的生活助理。他用这种用很爱的一种口言来跟你沟通，来帮你打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企业在经营客户的什么？经营这部分还是经营客户的自我价值实现？你看超女，我上上个礼拜在江苏电视台做培训，跟电视台大家在互动，我们怎么做南海战。我看到湖南电视台，你看湖南那个地方经济也不特别发达，但是他的卫视他做了全中国最好的卫视，并且挑战中央电视台。他做了什么？他做了这一群年轻的人要想表现自我，要想参与，因为现在的孩子，你看我们家的孩子根本就不听你，他自我表现自我实现，所以这个超女刚好满足了这个需求。所以无数多的年轻人一旦有这个机会以后，他们通通投进来，然后来表现自我，然后大家参与，最后选出自己选出的那些他们的明星，而不是真正的明星选出来。所以不同的社会阶层看这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些明星们说这样的人能当明星选择超女第一，人不信。但其实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社会的一种未来的动力。所以他又经营了自我价值实现，达到了这个层次，所以湖南卫视这么火。所以我们的很多电视变成是单向的，我们是传播
传播党中央的口号，传播中央精神，那当然要传播。但是你这样单向的和人家反向的另外一个方向的参与自我价值实现，那当然就火得多了多了。所以光短信呢，不知道赚了多少的钱，跟电信在分这个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创造企业价值的方式变了，我们看看创造企业价值的方式在改变。怎么改变？我们看到产品的功能属性，原来创造100%的价值，现在只有10%的价值。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产品在我们雅阁生产，耐克也好，包氏也好，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我们的产品跟它生产的一个一样，可是耐克跳一个勾跟我们一个 Y 价格差5倍，不是一样吗？所以你说物质的东西不是一个模样吗？但是为什么要5倍呢？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它的价值啊，你生产产品创造的价值已经很少了。我们生产一件衬衫1美元，人家卖多少？100美元，100欧元，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你去干这个活已经创造不了价值。然后我们看看社会属性，你买一个名牌的西服，那就马上5000块以上了，10000块了，几万块了。但是你买来以后变成你穿上以后一种社会的身份，哎，你就觉得好像走起路来都精神了。那你身体不健康了吗？身体健康当然只能花点这点钱了。所以你得到社会的一种尊重，变成社会圈子里尊重的人，所以这就是你的社会价值。另外你体验价值越来越多，你到超市里买个鱼跟你去自己钓个鱼，钓个鱼不更贵吗？还自己钓，那为什么你还要去钓呢？因为得到钓鱼的快乐。所以我们创造企业的价值的方式啊，它在变，它功能变少了，社会的价值和体验价值越来越创造大的价值，所以呢，经营的策略就开始完全的改变了。所以这个花样出来了，差异化就呈现出来。物质的部分很难差异化，但是搞关系咱中国人还是会的，咱这么多官员不都被咱们搞关系搞的吗？所以你那么把这个功夫画到你的客户上去就搞定了，其实就搞定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叫价值创新。那为什么不做技术创新？价值创新刚才谈到价值啊，就是那块战略的田，那一块田的创新不是你的创新，不是你有多少利润，而是你首先给客户多带来一些什么，然后你自己多带来一点什么，员工多带来一点什么，要大家分这块地。要谈的价值创新是这个，技术创新不等于价值啊！你技术做好了但是卖不出去，那有啥价值？客户也不买你的，股东也没回报，那没有创新，这不叫价值创新。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价值创新，不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能等会变成价值创新，但可能不变成价值创新。但是不用技术也可以把价值创新，就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就是流程，昨天郎教授讲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流程，高速的流程。那么今天看看有没有时间，有时间我会专门给大家讲怎么做流程。因为今天的重点是怎么做新的价值战略，然后如果有时间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做创新的流程。然后信息技术，其实信息技术今天已经不是平台了，我们一直信息技术是个工具，信息技术本身就能创造价值。因为大量的客户，今天如果你在网络上你没有你的产品或者没有你的公司，人家连选都不选你，人家先上网先选一下看看有谁然后再说。如果你在网络上都不露个面，就像一没门店一样。所以信息技术今天企业是一点都离不开了，它成为一个你的核心的能力之一。然后就是你的员工，员工的能力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员工的动机，他愿不愿意跟你干，他心里想不想跟你干，他觉得我给你打工的，赚的钱都是你老板拿走，那这时候你坏了。你在做更好的品牌宣传，客户到了你那里以后，被你的员工的脸朝他一看，客户被吓走了。所以你要把品牌真的做好的话，你一定要员工第一，你要把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出来，让他真心诚意的去干，那客户才会真的被你搞定。因为你怎么可能搞定所有的客户呢？你都要靠你的员工搞定。所以我们的企业如果做到这样一个略，我们就是首先要考虑给客户带来什么，然后把员工带来什么，激活他们去创造客户的价值。所以这些变成了无形资产，
那咱要讨论的是这些东西怎么管理呢？所以今天咱不讨论资金怎么管理，也不讨论物流怎么管理，咱今天讨论客户怎么管理，讨论流程怎么管理，讨论这个。OK， 所以整个这个市场经济在迅速的转移，这个转移就重新洗牌的时候现在开始。在洗牌的时候，很大的企业如果洗不过来都会死掉。像 IBM 重新洗，把 PC 弄掉了 ，IBM 接着说什么是 IBM？IBM 就是服务。IBM 是这一口哈，所以最近我在做戴尔的案例，去戴尔，我说戴尔，你战胜了 IBM， 靠的是什么呢？因为 IBM 是标准化的产品，你是个性化的产品，所以你战胜了它。但是 IBM 今天说我就是服务，那将来 IBM 可能包围你，把你消灭掉，因为你提供的还是一个个性化的产品，但是它提供的产品的解决方案，客户价值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现在的竞赛就变成竞赛什么，给客户不断带来更多的价值，这是创造蓝海的一个主要的战略思路。